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情感导师是如何帮助嘉宾朋友们走出情感困惑的吧，认识一下这对嘉宾。各位请看，结婚三年了，答应买的房子到现在也没买，还什么事都听在家里边呢，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为了这个家我都操碎了心，还被埋怨，这样在一起过日子我感觉太辛苦了。结婚以后做生意哪里都需要钱呀，买房子的事情可以缓一下，家里人都也是为了我们好，有些事情跟他们商量难道不应该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努力，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1岁，来自郑州，个体，有请。女嘉宾徐女士35岁，来自郑州，个体，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两位说说。我们俩就是相当于自谈的，就通过我姐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彩礼三进房子什么都没有，就是裸婚啊。然后我老公结婚前说的，他说就是结完婚之后我们就是共同首付在郑州买个房子，三进彩礼他当时说的就是从我们店里面出，共同开的那个实体店嘛。我说那也无所谓是吧，既然过了也是我们的，就是从店里面出也是我们的，我说不过就不过吧。然后就这婚礼办了嘛，婚礼办完结完婚之后我提了两回房子，他也不往上提，也不说了，反正就是结完婚了呗，就这样了，就也不买了，也不提了。除了房子之外，这个婚姻还有哪些冲突和矛盾？除了房子之外，你看我们刚开始开实体店，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白手起家，说白了就是啊，都是自己创业。这个实体店还没开两年嘞，我说先稳定一下。他嘛听到一个朋友说浙江这边好发展，意思说来浙江这边，刚开始也是给我说两句提两句，我就没当回事，我说他就说说啊。谁知道他当真了。有一天早上，他早上8-9点起来就说呀，说那个哥说等会过来。我说那你想好了，我说这本身这么大压力，你再去浙江那压力更大。他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刚开始这样说，我那去看看也无所谓啊，去吧。来到浙江这边了，不是来看看了，来到这边就是砸摊子了，什么就要整了。开始刚好有这个机会，他们做了很多年了，刚好他们也愿意带我。过去实体店开在哪儿啊？开在郑州吗？在郑州开实体店，然后发现浙江有一个机会，您就想去浙江开店，是这意思吧？开厂嘛，那边。开厂。开了吗？开了吗？他同意了吗？当时他也没说不行，就是说一定不能去这样子，确实比批发要好一点。我先过去了嘛，他刚才他不是提那个房子的事情吗？那我肯定想着是吧，本人承诺他了，那完了，那我们结完婚也没给他实施这个房子买的这个计划，有好的机会赚钱，我想着赶紧多赚点钱买个房子这样的。其实房子呢我们老家也有的，所以说嘛，他一说我做什么事也不顾及他的感受，就是直接做什么做什么，直接都走了。那我不是还是为了以后的生活好一点，对不对？你看他来到这边的时间都不跟我商量，来到说是来看看都已经整了，那我也没办法，那只能这样了。我们开这个厂做这个服装，他得有找面料找板，然后辅料什么东西都得有嘛。他什么事不跟我商量，什么事都要听家里面的，就我那个大姑姐嘛，我她上面3个姐，什么事都要听她姐的。打个比方，她姐说哦这个板好，这个板好看，或者这个面料好看，她慌的又去找又去怎么。因为我刚开始来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啊，因为从实店到这个加工什么东西太琐碎啊，我不太懂。那我只会看板呀，打个比方我看上这个板，我说这个板好看，她说我眼光不行，我眼光不行就少做一点嘛，少出一点啊。她不，她张嘴来个你要觉得好看你自己去找面料，就这个样子。你说你生气不生气？那倒也不是呀，这个你毕竟我姐他们做10-20年了，她从零售做起，是不是？她这么长时间的沉淀了，肯定比我们要好得多呀。我们才做了几年呢，不是说听她的不听你的。你说我们这个厂赔不起啊，你开发一盘这个货，
那我们卖不掉，甚至说一个季节我们就没钱了。嗯，所以说这前期肯定也要听我姐他们的。那最起码过个几年了是吧，厂我们资金多了，我们想自己来弄，或者你想弄开发一盘货，那你也可以开发的呀，又不是说不让你开发。那你开发可以啊，你不可能说一辈子都靠着你姐吧，对不对？我又不说全部，打个比方这个季节出20个板，我又不说这全部我来操作，我只说我看上一个两个你都不愿意。一个两个亏钱那不是也不好吗？是不是有能力的人来操作这个事情，那我们再加上我们慢慢学习，这样不更好吗？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在你的心里，你先生跟他姐姐或者婆婆之间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对吧？他就什么东西都不给你站到一块儿，为你说一个字都不会。不是说有时间跟我家人站在同一个立场，有时间你像我有时间到那个湖州杭州那边出差回来了，到家里面饭没有，菜没有，要么你自己做一点，要么你自己出去买，是一次是这样子，两次是这样的，我都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嘛。你说我都有时间我都不想回家了。哦，你说说他，我管什么他不让管，做饭他说做饭这个事情我也不是不做，我也做了，他有时间又是好吃了不好吃了他就给你甩脸子，有时间这个样子，你说你还想做吗？你做了他高兴吃，不高兴他还给你甩个脸子，就这样。然后后来这没办法，厂子里面活又多，原来实体店活也多呀，你厂子里面活更散碎。然后后来忙得很了，我就是做了，我也不是一直没做，做了几回，要不他做饭我再忙其他的，是吧？然后后来不行，实在忙得太狠了，然后我婆子过来了。原来我们就是谈到时间也没跟婆子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思，对吧？啊，也没有矛盾，什么也没有，就没有过节。然后我大姑姐还有她三姐都过来了嘛，你看我刚开始都开开心心的，我三姐做饭，然后我刷我洗，我也不又不是那懒人，是不是？然后她就该有时间念，她要不打游戏，要不有外边有事情或者辅料什么，她也找一下也整一下，就这个东西。然后三姐人家家也有家庭，郑州也该回去了那个时候啊，然后我婆子开始做饭了。你看北方人说是喜欢吃面条，但是呢我从小不怎么喜欢吃面条，我婆子是也不是说我去抱怨抱怨，她是左一顿面条右一顿面条，我也没吭，我不喜欢吃我就少吃一点嘛。我婆子也没说什么，就做了一个星期饭，她倒不愿意了呀，她说我看你这几天吃的少呀，你不喜欢吃我妈做的饭？我说没有呀，这天气热，我不喜欢吃我就少吃一点。你再下一句怎么着，你更气人，你不喜欢吃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明天你就自己做。我只是说，我说这个饭你不喜欢吃，你明天你来做。那你说的语气，你当时就要吃了人似的，给我个下马威，你别欺负我妈什么，就意思。我也没有那，也不是那人。自己想的，那我怎么可能那样子说嘞，对不对？哎呀，你这说的这个，真的我也。那我又不是3岁小孩，听不出来那语气得了。你说在厂里面干活都无所谓了，他就是说最近不知道，因为一年多吧，跟着了迷似的，就说天天弄个那个。那短视频那种啊，去这里玩就是说拍一些，去那里拍一些，就跟那个异性在一起嘛，我看着我都感觉挺不舒服的。哎，这啥情况啊？你说的是 那我就是平时就是喜欢拍那些段子什么东西嘛。那问题就是说跟人家拉拉扯扯，今天跟这个人两个人要搭档做一个夫妻，跟那个人要做一个朋友，这样子我都感觉，我说厂里面也不管了，这一年多你说句不好听，是不是那人家也有家庭，你像我也有家庭，人家有的都有孩子，你像我也不可能呀，也不是那样的人呀。你像这都给过路人上，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我今天给这个合作完了，明天就不一定，就这多少年都不一定再见面的那种。你看短视频都是些什么内容啊？那是就是什么内容都有，就是家长里短了，然后就是情侣了什么都有。对呀，你说你拍点那个谁给您拍啊？拍是就是我们有那就是一组人嘛，多少几个人那种，那就是一起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组人就这样子，每次问都是一组人，那就这样子。这个话听起来是吃醋了哈。那男人嘛，不就是是不是？那我一看我就有点生气嘛，就这样子。我说咱们这个厂，我说现在做的也就是说不好吧，但是也不错，是吧？我再你说你再努努力，就说你想搞这个直播。也可以，那我们办公室就装修一下嘛，重新，你就说可以做我们产品。他反正也说不好。我为啥要有时间要出去，不愿意在厂子里边待？为啥？那还不是因为就你跟你妈一说都站到一起。你看有一次更离谱的是，你说我们家里面养个小动物，就养个小狗，
养个小狗不说，还是他喜欢的，我老公啊，他喜欢的，不是说我要养的，我之前原来没有过这个爱好。那养了小狗，你看从小开始生了养大，那一岁多他淘气，特别是冬天他特喜欢摇那毛毛，那拖鞋衣服他特喜欢摇，我也打他呀，但是我婆子不行，我婆子打他黑乎他不说，他照嘴打他。你说那个小动物他一岁多他懂什么？我不是说跟人比喻没法比是不是，但是我从小给他养大大的也有感情呀，是不是？他照嘴打，刚开始我都不吭气，然后我都跟他说他不愿意，他说那我妈你管他那么多干嘛，他打一下又没事。哎，那照嘴打我肯定受不了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喜欢动物还是不喜欢我。那你想一下，就说三年了嘛，我们我妈的意思也没要个孩子是不是，你天天弄个狗，还养了三只狗。哦，说这样子就说看到可能心烦一点，那也正常是不是？所以老人家实际是拿打狗来说事儿呢是吧，打给你们看的是吧。嗯，我感觉也是这个原因吧。哎，你想要孩子吗？也想要吗？这都三年了嘛。啊，你肯定不愿意要对吧？我现在不想要。如果现在有房子的话要吗？那现在有房子，你说这家庭这矛盾这么多他改不了，你说这样你不说对我们两个人不负责，对孩子也不负责，我敢生吗？哦，你说是不是？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房子的问题啊。我要刚开始要求房子，我刚开始你不给房子我就不结，结完了之后我也可以不过对不对？但是现在过成这个、啊、三年过成这个样子，你还想跟他过吗？他改不了的话我不想过啊。您希望他改哪几点啊？他起码就是什么事跟我商量一下，然后你不要说你家里边人是你家里边人都是你的家人，我结婚了说句不好听我也是你的家人，对不对？要把你当家人看。哎，那他说当自己人的话一直我感觉都是让他当自己人。行，他说这个话真的、啊、你还想过吗？想过肯定也想过嘛，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啊，如果希望妻子改进的话，你希望妻子改进什么？大家就是说到时间要个孩子，别的地方就是说拍那种我感觉没什么意义，就是在厂里面大家都把这个厂弄好。听明白了。生个孩子别的倒没什么。生个孩子相夫教子嘛是不是？哎，这还真出事儿了啊。三年曾经多么的相爱啊，裸婚就嫁，那是对你的信任对吧？啊，三年日子过下来是越过越委屈越过越心寒，承诺我做了很多事情你没做到我寒心了，现在你又逼着我生娃娃，可能我担心生完娃以后日子会变成啥样对吧，有点不敢想对吗？对。好吧，那应该怎么办呢？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走进丘比特问卷。王文庸，刚才他说你什么事情都听你们家里人，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男生结婚以后，哎，对自己的老爸老妈依然言听计从，对自己家里人特别尊重，他认为这就是亲情，这就是孝顺。但是你这里情况还有所不同，比如说听你姐姐和姐夫的，这个我倒认为女生她并不是纯粹的听家里人，这是在听经验。但她伤心的是你事事都不尊重她的意见，事事都不和她商量，她感觉在这个家里我变成了一个外人，这是很孤单很孤独很伤心的，你明白吗？听家里人也不妨碍你尊重妻子的意见，多和她交流沟通，我想这也是能做到的。说到不生孩子，她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生孩子，已经35岁了，那么作为丈夫您更要明白，妻子不愿意生孩子根本不是您没有兑现买房的这一个承诺，更多的是她对自己丈夫的失望，甚至对你们这一段婚姻她没有自信。所以你们两个人虽然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正视，
那一定会出问题，明白吗？谢谢伯宏兄。周老师，我想问一下男生啊，你们家人看得起这媳妇吗？看得起。真的吗？啊。但是你当天早上通知他立刻就要走人，就跑去开始做生意，你没有把他当一家人啊。如果是开公司，如果是你要做生意的话，这是动用你们两个共同的钱，对吧？对啊。是你们的夫妻店，对吗？嗯。那不是应该跟他商量吗？你直接一句话，你不懂，我姐懂，尊重吗？这不是尊重啊。所以我觉得看到现在你们家人包括你，你根本就没有瞧得上这个媳妇儿。如果你真是有半点把她当做妻子，你就应该万事跟她好好商量，平等对待，至少有一颗尊重之心。至少在你妈跟你媳妇儿因为狗的事情吵了架以后，你背地里也得安慰一下她呀。你没有，你无所谓。所以男生好好想想，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媳妇儿好，真的是想要结婚，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结婚的男人，先把你的小家守好，再说你的大家。如果你的胳膊肘都在你的大家里边，这个小家一定保不住。同样，我想跟这女生说一句话，你步步退让，步步退让，所以退让到现在，彩礼还是从你们两个共同经营的公司里边出，对吗？本来就应该他们出啊，多多少少没所谓的，有人出18000也算彩礼，有人出3000也叫彩礼，多少无所谓，关键是那个心意在。你倒好，我不需要，没事儿，房子没有无所谓啊，我慢慢等嘛。主要是刚开始，然后跟婆婆在一起，你别刚开始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把自己尊重起来，所以人家不尊重你，理应所当了。所以女生一想想，如果未来你真的想把这个家操持好，你也有一个女主人的样子。好，面料我不懂，款式我不懂选，我去请教啊，这是你们的店，那我去请教就好了，抱着学习的态度真诚去请教，姐，这个灯具怎么选，我应该怎么做。你得有一个女主人的态度，你才能跟她真的把你们店经营好，把你们家经营好。置气不能让家变得更好，置气只能让你们关系更糟。你们两个人如果真的想把家经营好，如果真的未来想买房子，就踏踏实实投入在你们的公司当中，先把公司搞好，别再搞内讧。谢谢周老师。曲总，女生我问你啊，现在这个生意赚钱吗？比我们在郑州好多了。好多了。妈看着一个最小的儿子长到大。其实你看，像这么多年，我们谈了3年，结婚3年，像这么多年走过来了嘛，反正是生意呢差不多上正轨了。然后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情闹这种脾气，你说对不对？你说的那些，我就是说话不向着你了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会说很会在意那种细节，也不会说是刻意的调节婆媳之间的矛盾，我们尽量。不在一起住，能不能给个机会？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请回吧，给机会就出来，不给机会就不出来。谢谢两位。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记住啊，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看看妻子愿不愿意给丈夫一个机会，继续的去磨合。来，请开门。但如今早已经不再是先成家后立业的时代了，我没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怎么能撑起我们的家呢？我压力很大，他不但不理解，还一直催我结婚，要求我按他的方式生活，我真的太累了。他说什么先忙事业，我看他根本就是在逃避结婚，而且他所谓的创业也完全不靠谱，不过是跟几个朋友凑热闹罢了。我年纪也不小了，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只想要一个结果，难道我有错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于先生，31岁，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于先生。
博女士，29岁，来自哈尔滨，宠物美容师，有请。欢迎两位哈。哎，主持人好。好好好，着急了是吧？逼着人家结婚是吧？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年纪大了。啥年纪大了？你不29吗？那我同学什么的都有二胎了都。然后我想见他的父母，我也是一直没见到过。不是说他见我父母我不让，是我父母本身就不在本地，然后我还得去折腾他老人家，我自己这边工作还比较忙，我也不能说我把这边就撇下了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带他我就直接奔我家去了，就不现实。你做什么买卖的哥？我是做海外购的。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开一宠物美容店多好啊？刚开始的时候吧，那时候做这个美容其实挺好的，我也感觉啊小宠物什么都挺可爱的，但是越往后时间越长，我就发现哎呀他做这个工作每天回来都是带了全身都狗毛，完了到家他也不收拾，弄得现在屋里全部都是狗毛。你就说这个我也不说，这没办法，以后在这个这种环境里生活呀。我还说你们俩可以靠这个共同创业呢，突然发现男生原来对这个很嫌弃是吧？对，你不喜欢宠物？现在的话应该是他一开始追我的时候就给我的感觉特别喜欢小动物，因为我家养的狗嘛，对我家狗挺好的，每次来看我的时候都会给我家狗带零食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我感觉它完全变了，就我家狗有的时候一回家的时候想找它抱抱，它直接就踢了一脚，就直接把我家狗踢到一边去了。我觉得它现在一点我没看出来它有多喜欢宠物。上次那个事也是挺碰巧的，我正好那边工作在忙，我这正集中精神呢，那边狗就一直出来闹我，闹来闹去闹来闹去，我闹心烦了，那我真的是挺生气的，我就给了他一脚。那天他还在家，他不是没在家，你说我正在忙的时候他难道就不能说你把那个你的狗抱走吗？对不对？那你就抱一抱他能怎么了？对，那你说我这边正在忙工作对吧？理解理解。我问问他有什么不良嗜好什么的吗？他特别爱抽烟。嗯，他基本上一天就得两三包，而且我还有烟炎，我闻不了烟味。哦，他挺懒的。嗯，因为他上班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班是6-7点钟，我回来的时候吧，基本他都在家等着我，然后收拾屋做饭啊。我就想，你在家那个时间段你没什么事儿，你就不能自己做点饭让我回家吃个热乎的吗？就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上班那么累，然后下班回家我还得给他收拾屋做饭。他有那种愿意跟朋友出去喝酒什么的吗？撸个串什么的？对，因为他上班时间下班基本上是1-2点钟吧，但是他基本上没有说在晚上凌晨4点之前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下个班之后都会去跟朋友去喝酒啊，喝个烂醉如泥的回来，然后搞得5-6点钟回来，我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好，搞得我一天上班都没有精神。他周围有那种小姑娘什么的吗？多吗？我在他手机里发现过很多不同的小姑娘的微信，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时间呀，什么时候吃个饭呀，就很多这种信息。这个你说他既然能发现，那肯定是我密码有告诉给他对吧？一般来说这个就是女生联系我的，要不就是合作的，要不然就是说对我这边我能用到的我会去留他们。那你说我也不能说我这边工作正需要他们呢，然后我把他们就是联系不联系我就给他们扔掉了。那你这样我特别没有安全感，而且他有的时候一出去喝酒，然后微信也不回，然后打电话也不接，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是真的去喝酒还是去干嘛了。我每次回来也会跟他解释，我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有可能我喝酒喝到一半啊，我喝多了手机什么的就放在那儿就没有听到，要么就有的时候手机没电了，就每次都是基本都是这样，但是事实信吗？基本也就是这样嘛。你信不信的你不都接受了吗？但我确实也没发现就是太过格的一些。对，就是他看到的也都是那些啊，我也没有说是跟什么其他女的有什么暧昧的聊天什么记录，根本从来没有过的呀。你们俩如果发生争吵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和处理呢？一般的话我俩要是吵架的话，因为我就是回家消失。那吵架在一起干嘛？我也不想看到他，我就直接回家了。然后呢？我就不理他呀。哦，他回他的家你也不理他？对，他有时候两三天都不找我。他在生气，那他在生气我也在生气，我去找他干嘛呀？那我不找架吵吗？所以说我是认为
那你最起码你气消了，我气消了，那我就去找你嘛。那看上次有一次咱俩吵架，吵完架你回家两天，那最后我不是也是去给你送花了吗？送花，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他就送给我那么一次花，然后情人节什么他都没说什么送给我礼物啊，什么都没有过。那情人节那天我不给你搓猪蹄儿了吗？你还好意思说，哪有过情人节送女生猪蹄儿的呀？那你说我上班上那么晚，对吧？我下午起来我还特意起个早，然后下午我起来我给你忙一下午。是情人节那天给我发信息，火急火燎的告我说下班赶紧回家，别出去。我还以为给我准备多大惊喜了呢，结果一回家是挺惊喜，一桌子菜，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做嘛，然后他没做过，但结果我一看都是辣椒的菜，我咽炎我也根本吃不了。你说你给我做那些有什么用？给谁吃啊？我只会做那些呀。我问问你们俩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当初的话是我们朋友聚会，然后我那时候在唱歌嘛，然后他就听到了，完了说就是联系到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姑娘这么着急结婚吗？不是太知道，因为最开始你说我也30来岁，我家里也没有说催得特别凶，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还没想，还压根没想结婚这件事儿，对不对？对。OK， 我特别喜欢她的坦诚。我就没想过结婚，我就是谈个恋爱，对吧？恋爱谈得好，大家处得不错了，水到渠成，我结婚。对、啊，至少现在我不会，是吧？对，至少现在我应该这个不会说。行，在我的考虑范围内，5年之内不结婚行吗？我觉得太晚了，因为我3年之内不结婚行吗？我有点，因为我现在30了，因为还得考虑到2年之内不结婚行吗？我觉得还是有点，毕竟我俩相处也一年。一年之内不结婚行吗？一年之内可以。等到一年突然之间说我有了其他人，不再喜欢你了，你能接受吗？那不接受能怎么办？接受是吧？也就是说你愿意给这段感情的时间一年吗？对。过了一年就一定要分开是吧？也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也没要求他现在立马就跟我结婚，至少你得把结婚这个事提上日程。没想过结婚呢？你得一步一步。他没想过他为什么要一步一步呢？姑娘，那如果他要是说他跟我在一起不想结婚的话，那我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他只是现在不想跟你结婚，也许3-5年之后他愿意跟你结婚。我等不了那么久。咋办兄弟？因为我现在的确嘛，你男人嘛，30而立嘛，我现在事业，你不要拿事业这些来鬼扯啊，这个结婚不影响事业，对吧？那你说，我现在一共积蓄就那么多嘛，那你说我要是结婚了，房子呀、啊、这些，没房结不结？没房结不结？没房结不结？啊，没彩礼结不结？可以。啊，就裸婚也接是吧？行，我觉得只要感情，裸婚在的话，娶不娶？裸婚，啊，所以你是坏呀？你不就等着人家说裸婚的吗？你这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何必呢？其实为结婚而结婚。其实我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就是觉得我俩在一起感情一直也挺好的。我觉得人家没这么觉得呀。人家藏着心眼呢。哦，原来说不买房不给彩礼，只要裸婚你愿意结是吧？那毕竟我现在也不用说再拿多余的这个钱来去结婚是吧？我那肯定不耽误我事业上的情况下的话，那还是可以结婚。对对对，白送个大媳妇谁不要是吧？对呀、啊、这次我们听明白了，不是不想结，是觉得他娶不起你，只要能娶得起他愿意娶，是这意思吧？对啊，行了，那我听懂了。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这段关系，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罗红兄，您千万不要拿什么为了事业，我暂时不想结婚这样的。结婚，听到开心吗？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很不在乎我，我觉得他只是想捡个便宜媳妇儿。那就记牢刚才你说的这句话，有些男人可能会很真诚，但是他内心当中是在真诚的为自己考虑，自私自利。
有些男人肯定会很坦诚，我现在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创造美好的未来，我还要创业呢。但他所有的坦诚只是为了他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找个借口而已。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想给一个女人他想要的安定的生活，而且是在明知道这个女人非常想结婚的前提下他还不给的话，说明在他的心中他只有自己，我玩够了我才愿意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现在需要一个女人为我添砖加瓦我才愿意跟她在一起，我现在需要她给我带来一些某些利益我才愿意跟她在一起。但如果我不愿意舍弃我部分利益，我一定不会娶这个女孩，因为结婚有些时候就是要舍弃利益的。我可能会舍弃我的时间，我会舍弃我的一些朋友圈，我会无休止的要去接受对方身上的缺点。我不想接受，但是没办法，结婚就是要接受。姑娘，你逼婚逼得很累，你才一年，刚刚赵老师问你，你还能再等几年？你还能再等一年？也许你等了那一年以后，你的沉默成本增加了，你会再等第二年。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最好的是顺其自然，爱情就是顺其自然的。我顺其自然的爱上一个人，我顺其自然的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但如果你等不到顺其自然，你还步步紧逼的话，逼也逼不来爱情，逼也逼不来婚姻啊，所以不如放弃啊，重新去寻找就好了。谢谢老师。谢谢小鹏老师。来来来，徐总啊，男生好像是陷入到一个先成家呢还是先立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其实不是，这个先后顺序其实只凭借一点就可以分别出来，良人相伴先成家，贵人相助就先立业。如果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就是我要的那个人的话，你可以先成家的，没有问题。如果说现在你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资源能帮助你把这个业给立起来，你可以先去立业也没有问题。但是你不是，你在比较说事业和爱情对于我来说谁更重要，因为你手里有钱，这个钱是可以花在彩礼上，也可以花在你的事业上，你是想先花在事业上，所以这个重要程度在你心目中已经有了排序，它不是你最重要的。结婚这件事儿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说不要钱办了，哎，顺便就办了吧，反正别妨碍我的事业。所以在你看来，他不是那个最对的人。而你最大的问题是说，没有一个年龄我们没规定一定要结婚，也没有哪个年龄规定我们一定要孩子，都是你自己在给自己制造一种焦虑。女性在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前是要理性的，而男性相反，男性是可以感性的，因为他觉得你长得好，觉得你身材好，就马上就可以投入一段关系。但是你不能啊，对不对？如果真的想找到一个踏踏实实脚踏实地能跟你过日子的人，就要理性的去考虑，不要考虑时间维度，考虑这个人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想清楚了，他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他也没觉得你是他最想要的那个人，赶紧转身离开吧，就这样。沙大老师啊，你到底是着急结婚还是着急跟他结婚？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你今天是来逼婚的还是要承诺？我只想要一个承诺，我只想知道他想，我想问你那个承诺值几斤几两，那个承诺比得了他每一天每一夜能够认认真真的爱护你们来的实际吗？他就每天打着说我会娶你的，我明年就娶你，到了明年再拖后年，后年再拖大后年，你要那承诺有什么用啊？只有结婚才能代表他爱着你吗？或者能一直爱你吗？结婚不是目的，延续爱才是目的。所以你到底是真的想结婚还是今天来求关注的呀？你真的那么着急结婚吗？一个连你爸妈都不愿意见的人，你就说我非要嫁给你，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娶我，你心里心知肚明啊。所以咱们别把自己整得那么可怜，动不动就是你娶我吧，你什么时候娶我，给我给你一年的时间，给你两年的时间。娶你这件事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主动行为，当变成奢求的时候，最后给你扔来一句啊，你要不要彩礼，你不要房子，我可以娶你，你不觉得自己就特别的廉价不值钱了吗？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问题，
嫁错人和不嫁人哪个更可怕？别上来就我要嫁给你，你得娶我，我都三十了，你得负责任。哪儿到哪儿啊？他们家庭什么样，爸妈什么样，才相处一年你就敢嫁？所以他是压根儿没想过结婚，这是真的。什么说不要彩礼不给房子，他是压根儿不想结婚。再加一层，他不想跟你结婚。没了，谢谢。谢谢山大老师，啊，反正压根儿不想结婚这件事儿是一定的，啊，他很坦诚。其实你坚持你的坦诚就对了。你现在没打算结婚，就内心里面没想结婚，坚持下去就好了，这个没有什么错嘛。对吧？我觉得时机不到，我现在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这个没什么，不会有人说你一句的，坚持住吧。不要为结婚而结婚吧。当你足够了解他，觉得这个人足可以托付的时候，知道了他身上最大的弱点的时候，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他也因为知道了你最大的弱点而愿意娶你，那个婚姻才会幸福。何必勉强？不要勉强他，也不要勉强自己，好吗？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吧，看看是不是还要继续的相处，彼此的再了解。婚事儿一定要放下来了，跟他的婚事儿，好吗？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听了老师们和主持人的话，我也知道我自己问题出现在哪里。我。这样吧，你也说想让我一个承诺，那你再给我两年时间好吗？就两年。我知道在这段感情里我确实给了你不少的压力，总去拿结婚这件事来逼你，但是我不知道我等下去会等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努力两年内会大大方方的到你家去给我一次机会吧。谢谢两位，请坐。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啊，小心被骗，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浪漫石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呀，老师，我现在正面临选择，他对我很好，但经济实力实在是太不对现实了，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给不了，想放弃又不忍心伤他，想永远一起，可现实生活也不可能幸福，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很明显，你对未来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生活的标准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所以呢，就要看他是否是潜力股，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的。祝你幸福。好，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